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明星揭露内心最深的家务事。我从小到大，我从我有记忆以来，幼稚园开始在学校读书，就是一直吃便当，一直吃到现在。后来上了高中，我真的很羡慕有个同学，他妈妈每天帮他带东西都是一样，酱油蛋炒饭。对啊，那你还每天都要，我就买了我的便当跟他换。因为那个是妈妈的味道，那个是我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也是两三年前跟我家里吵了一个架，然后我就气到我后来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话，我就说。我最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难念的一本经啊，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家，但是呢，每一个人就是人家有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小孩不是也是一样吗？呵，出了事情以后，爸爸妈妈站出来就说啊，我的小孩很乖的，他不是这样子，他是交到坏朋友。到底我们的小孩是人家心目中的坏朋友，还是真的被带坏了呢？有小孩代表，也有大家长代表。好，欢迎这边的小孩代表佩姐、红糖，爸爸妈妈代表就是这个大家族，欢迎你们。嗨，大家好。嗨，六月，还有哎，对，大家好，你们今天啊，哇，这个家是要来讲什么样的故事呢？酸甜苦辣的故事。是，对，我是大姐，然后。他是我老公，对，姐夫，然后再来是小弟跟小弟的女朋友是雨熙，对，后来就嫁了到我们家，对，真正的爸爸妈妈今天没有来，是贺大哥跟淑琴那个柯姐姐，对，是是是，然后就是，所以你们是人家心目中的好小孩，还是带坏人家小孩的小孩？他是好小孩，我是坏小孩，因为我就是看不出来耶。我比较叛逆，因为那个事情的故事发生是我从小就被送到美国，所以跟两个弟弟其实不太熟。二弟是那个的大弟啊，大弟是张书豪演的，然后就他跟他们两个不是很熟，然后跟这个家有比较疏远，所以。一回来就是爸爸妈妈有什么意见，我就特别会持反对的那一个。然后后面会我们三姐弟就是会讲开，然后跟爸妈和解这样子。那张翰，你演的是居然是姐夫，是我演姐夫，你等于是外人，又不好，又外人，不完全是自己家的。对呀，很多事情应该是你说也不是，不说也不行。但是因为这个徐悦这个角色啊，他自己的父母亲都不在，所以他就把这一家人当成自己的家人，所以很喜欢跟他们一起相处。而且导演帮他修饰了不同的个性，他有一面是他喜欢四四方方的东西。没有，那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我这个人呢，为人正直，为人方正，所以导演就说，那你看到方的东西、正的东西就要去瞧一下，他没有正，有点歪，所以变成只要有方的，我都会去碰一下。所以就变成他在戏里。里面有一个特殊的道具是魔术方块，它就是有办法把它弄快速的把所有的颜色整合到同一面这样子。哇，强迫症啊，这个是。对，然后姐姐如果想要的时候啊，想要的时候就会把魔术方块放在胸口，放在胸口，塞进去。对，啊，两位哎，你好，你好，是雨姐，是是是是，我是演嫁到这个家，他家里面的，然后他是老三，但其实实际上我跟书豪我们是同年，其实我们是同届的同学，然后从小到大，因为我是他们的邻居，所以那因为我父母也不在台湾，所以其实是都在他们家长大，其实很像他们家的小孩，然后大家从小就觉得说，哎，会跟书豪在一起，因为其实没跟妈妈一样大，就没想到长大之后居然是跟弟弟在一起，差七岁，所以感觉很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姐姐把弟弟拐走，所以爸爸妈妈就有点，而且是先发现怀孕这件事情，哦，不能接受，对，不能接受，就是爸爸妈妈即便再喜欢这个邻居的小女孩，可是她却就是两个人却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怎么可以这样？对，爸爸觉得太怪了，对，是是是，哇，好有趣哦，对啊，这种事情，这你。我是饰演小刚，对，然后小刚的初夜第一次就献给这个姐姐，也没有，我们因为那个没那么仔细，不是我说，没有没有演那么仔细，前面有因为一些角色的线的关系，我跟他一起工作，然后慢慢的才喜欢上他彼此这样子，是是是是，对对对，那爸爸对你严格吗？算严格，我觉得他就是。我比较，他是你这么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么放荡不羁，他对你却非常非常严。他就是不希望我走他的路。爸爸是为了保护现在所有的少女。哎，对对对，哦，有道理，有道理，是是是。哎，其实我看过他
无意间看过他跟他爸爸讲话的样子，我有点吓到。嗯，就是平常讲话就是这样很自然，就是啊，就是一般年轻人的感觉。可是我也是听到他在回爸爸的那个讯息，整个人变得很震惊。对，是爸爸。对，我爸录音会很像Siri 一样哦，然后就很震惊的，对，然后他也很震惊，我就觉得天哪，就爸爸好像很严格这样。其实 Michael 哥对他用心良苦，他小时候 Michael 哥可能觉得他开始要学坏了，就觉得不行，然后就送他去上那个森林小学，就是一定要住校这样子，让他学习很多东西，所以他才变他现在比较独立做很多事情这样。教育哦，我也是，我应该怎么讲？我是看六月长大，六月又是看佩姐长大的，对不对？对。但是六月给我感觉都没有变，她有就算现在当妈妈了，我还是觉得你保有的那个青春啊，那也是一定要的。还有她的对工作的热忱，对朋友的那种温暖度，对，都不会变。她唯一最最不耐烦的就是对她先生。真的，这是一种夫妻到最后的相处的仅有的我要怎么讲，塞奶吗？我们的塞奶也不太一样，我们的塞奶就是每天在想办法弄对方，哦，怎么欺负对方，对。然后我们现实生活中，他们在戏里面是相差七岁的姐弟恋，我们是现实生活中真的相差了七岁，所以有时候你跟他吵架。我们因为女生又比男生再成熟一点，所以有时候吵架的点，我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的无聊，把点放在这么的面前？我其实已经看到后面的后面了。所以很多时候是为了这个在吵架，所以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太对他撒娇。哦，对。但如果他表现好的时候，我就会，比如说他送我这只手表的时候，我就很撒娇。那你刚刚也讲。那你看佩杰呢？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们是拍广告的时候认识的，我们第一支广告的时候认识。对，我们两个好像都是那时候是第一支。然后他那时候好小，七岁还八岁吧？七岁。我跟六月姐有时候会有一些时候聊天有意见不合，我就会觉得他好像，就我平常会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可是，在特别他要告诉我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长辈了，他在教我。收回去。他是一个好姐姐，好姐姐。对，长辈什么？就我，你把新梅姐放哪？啊，对，新梅姐。他就说我是老前辈。你会不会聊天啊？我怎么都学不会。对，所以我会觉得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会选择询问的对象是六月姐。而且我也没想过她，因为我其实蛮固执的，我也没有想过她可以说动我很多事情。对，要先讲吗？啊，不然你时常玩家播完再讲吧。就我两三年前，我看资料是你跟妈妈的感情比较好，你非常不爽爸爸，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小时候我都跟妈妈都带我一起在外面拍戏工作，所以我跟妈妈相处很多，然后也比较能够体谅她的心情。那因为在家里就是爸爸就是宠我，就是没有任何，那应该会比较喜欢爸爸。没有，我觉得我反而就是比较理解说我们在外面拍戏很辛苦的时候，爸爸就是没有把赚到的钱拿回家，所以我们才要这么辛苦，然后我就会因为听到妈妈在跟爸爸说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的，这个教育是妈妈一直在讲，我就会想要帮妈妈去跟爸爸说，你应该要就是负责任一点啊，不可以把钱都拿出去喝酒啊什么。原来他现在天上，他不在。不是喝酒可以喝多少钱？他喜欢请客啊，一大群人一喝下来都好多钱。一存一存。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每次到要爸爸要领钱的时候，妈妈就会跟我说，你去跟着爸爸去上山，因为他会去山上跟他原住民朋友。我就要跟着去，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聊。可是他在喝酒的时候，我就要控制他不可以花太多钱什么。可是也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其实妈妈很辛苦的在带我拍戏。其实小朋友不太会觉得是自己辛苦，
就会觉得是妈妈是五六如果是五点的戏，她可能三四点就起来熬粥啊、烫衣服啊，就要让我带去拍。那你好早熟。对啊，你很早熟。对，所以其实几岁就开始出来演？七岁。对，演到现在啦，其实算是。但是我觉得这一路就是因为一直看到妈妈的辛苦，所以就会相对，虽然爸爸很宠我，可是我就会相对而言的觉得是因为爸爸没有去负到他的责任，所以对他会有一些怪罪。我以前在小学三四年级，我就写了一封快1000字的那个信给我爸爸，然后我就用他不是在家吗？啊，他不是在家，因为我不跟他说话，我在生他气，我就不跟他说话，然后我就写了快1000字，用尽我当时学到所有最难听的字眼骂他。对，然后就是想写到他就是懂，然后就是当头棒喝，醒来好好认真工作，没有用，就是不是一样吗？他就是一个会，可能是在小孩子面前，他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然后什么事情，我每次骂他，我就说我不要跟你讲话了，如果你在如果你又在阳台抽烟什么，我就会不跟你讲话。他就是不会去认真的看待你所有的。就是对他，他觉得是小孩子在生气什么，他就会说啊，小瓜呆，你要不要吃饭？我就说我不要跟你讲话。但忍没有忍不到多久，还是会回应他。一直到爸爸真的走了的时候，我就会去回想到，哎，他留在我脑海里的都是笑脸，虽然他都嘻嘻哈哈，对。可是我后来才去想到说，也许是。他有被我们写的那个信，可能很难过，只是不在小孩子面前表现。红糖跟爸爸的关系竟像室友，我跟他们不熟，完全就像室友一样哎。然后就算在客厅大家吃饭都是看电视，然后完全电视的声音，所有电视的声音。那你爸妈他们两个人有没有对话？他们会对他们的话，可是我就一直避开你，不是避开，就是完全陌生，可以这么说。当然啊。